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罗文玉，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哇，今天这一集呢，个人是非常的兴奋，哇，兴奋，兴奋都来，客家腔都来了。这位特别来宾呢，真的是仙女下凡，哇，跟你渊源应该蛮深的、哦，蛮深的。嗯、欢迎魏如萱。对，好几好几哦。都依照演唱会的规格，对，都可以了。哇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魏如萱，哇，刚刚有 BTS， 不好意思，我要讲一下，我差点因为你的音乐被超速开罚单。太快了！因为你那时候音乐路狂欢哦，专辑前面三首你真的是让人不加速很难，哎，直接那个速度感。一万个不会痛的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。世界比现实大。双手一旦说办不到，没办法。哇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欢话，直接开场，放开了，想不开了哦。嗯、他的声音真的是，如果今天上天堂只能带一张专辑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带他的上去。哦真的，因为听娃娃唱歌，上帝有这么抠吗？只能带一张专辑？我是比喻嘛，娃娃。我发现你连呼吸都在唱歌，哎，你的气音啊，你的尾音啊，我也会形容嘛，真的怎样？那你唱歌有什么辅助的方法吗？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录音哦，为了进入。有时候画面很难想象，说会拿手机照片，或者失恋的歌，他就把历代女友的照片你在那边。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我觉得真的要帮娃娃来做一个庆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演唱会卖票也卖得很好，我准备好不好？黑松沙士清爽灯，清爽灯。哇，你这个哇哇真的，这个部落的好朋友啊，黑松沙士好不好？你们都怎么喝？比方杯巴士的一些饮料，让它更。贴近灵魂什么？快点什么什么？有吗？而且呢，我觉得娃娃有一个很特别，这个广告代言用你自己的一首歌，买你哦，我好开心哦。对，而且全新编曲。你总是说道理好吗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？哎，可不可以？散步，一起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！而且我觉得娃娃今天来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特别要看有没有这机会可以点歌。我要点歌。什么？我要点歌。冷静冷静。哪首啊？什么都激动哎、欸！激动。即将在七月二十六号回到台湾，而且你在七月二十六号非常重要，我要去，我不管。但我知道，那台北场应该有一些隐藏版的歌单。那个梁心怡就 Lara 来上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有玩玩一个游戏。但今天你本人来，我们来玩一下。好 ，A 五 A 五 A A 五五五哇哦耶五一下车。为这个游戏，我们要撤换主持人。哇，欸，你要这控制方向吧，还要去想 A A 五 A A 那些，欸，那很累。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、最简单的日常。啊
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！哇，对，7月26号的演唱会。那现在呢？大礼，真的是大礼，一定要送大礼。但是你要请我们喝咖啡。什么挑战？他们就是要我弄咖啡给他们喝啊！上次谁买咖啡给你们喝？潘玮柏。对，买算什么？真的。做咖啡给他们喝。这里有好多的咖啡哦。好，我们那个店的永康街41巷12号，欢迎大家常常可以来。哇，你自己平时你会在这边泡吗？我觉得这个交给他就好，我等一下只要负责拉花就好。我们来聊天吧。那这地方如果你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客人啊，看到你走进来，他们会有两种反应。然后声音，第二种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。然后等一下我要走的时候就会，娃娃，然后有一张纸条。我跟你讲，我拉花拉得丑到爆哦。丑到不行哦！不会，你们俩走开！真的真的，你怎么样？你走开！他到底要拉什么样的图案给我们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史上第一次拉的最好看的。很厉害！请专业的来判断一下怎么样，你觉得好不好？蛮 OK 的。蛮是怎么样？你是因为老板娘的关系，你不敢批评吗？我好期待。3、2。刚刚，哇！今年的倒数好像不丰收。我觉得今天任务实在是太我们很成功，超级成功的，而且拉最好的一次花，竟然在我这杯，真的。好，我们的末路狂花演唱会台北场7月16号呢，我们今天真的买了2张，请娃娃在那边签上。好，但是呢，在他签名的同时哦，你要想一个题目，让所有的粉丝朋友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人，他们要如何抽到这个套票？是两个人，我们只抽一位哦。哪一点？如果有看我们今天整集的节目的话，好，就把我们唱的所有的歌的歌名都留言去那边。但是你不要卖掉哦，对，不能卖掉，不能卖。这就是送你，因为这上面有我的签名。网罗大明星成功。